我们来演示一下对考遥控器的操作过程。这个是您自己正常使用的遥控器，这个是您新买的遥控器。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遥控器拆开，看一下芯片型号跟频率。芯片型号一般标于这个黑色的小模块上，一般有260、264、1527这些学习的和对考的芯片就可以用。一般是频率是433跟315，搞清楚频率跟芯片型号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购买遥控器进行对考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新买的遥控器，新买的遥控器我们第一步要把它清码，同时按住上面两个键，指示灯快闪，那就是清码成功。现在我们来对考跟之前的遥控器，一定要两个遥控器一定要离得近。好，指示灯快闪，就对考已经成功了。角度一定要近。好，对考成功。然后我们来按一下按键，指示灯常亮，就对考成功了。